9,250,000 3.5 年 How about this? I'm ready to go. 我看到你太太笑得都快合不拢了嘞。因为什么样的事情让您决定要挥别大联盟的美国梦，回到中职的舞台上来？打完去年的经典赛之后，就感受到台湾的热情，然后也很感谢总经理给我这么好这么棒的合约，让我决定一定要回来台湾这个舞台，展现出我所有的能力，打出最好的自己，然后为球队贡献，为我们球迷们有一个很棒的回忆。对，谢谢。